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旋律演奏上获得一个进步。这个方法就是拿到一个简单的谱子，我们可以去做研究。通过研究，我们也会进步。不过研究之后，一定要加以练习。有一首歌经典的，谱子也很简单，就是《绿袖子》啊，大家可以去网上找《绿袖子》。那你去研究这个简单的谱子啊，你看啊，比如说第一个音是 La Do Re Mi Fa Mi Re 啊，拉的时候呢，你看第三弦第二平 La，你不需要其他几根弦一起，就一根弦 La。为什么一开始你都是可以从弱开始的？所以 La，Do 的时候就可以两根弦一起了。我们用的是第几呢？第五根弦，空音。你看，米拉，拉和哆有时候啊，常常是可以一起的啊。你看啊，拉哆来咪，咪的时候也是一起，咪第一弦，还有第五弦拉，咪和拉，米拉哆嘛，啊。和拉也是可以的，这都是和谐的米拉。OK， 现在注意啊，拉哆哆，你看是一小节的第一个音，然后拉哆来咪，我们又用了两根弦，对吧？一弦五弦咪啊，因为它又是一小节的开始，你就可以两根弦啊，拉哆来咪发。咪，再又是 re， 又可以两根弦，因为是一小节的开始。这个 re 呢，我们可以这里按，就是六弦的三平，咪发嗦是嗦，嗦和 re， 嗦西 re 啊，它是一个三，这个嗦西 re 是五，这个三和弦啊，所以是可以一起的啊。re 再放西。搜、so, 又是另外一小节的开始啊，搜、so, 又可以搜、so, 可以这里按一个搜、so, 这是搜、so, 搜、so, 都是搜、so, 当然是可以了，搜搜给拉西都又是开始了啊，都你看你可以按这个都啊，都但是也可以这个不用拉都都是可以的，都都可以啊，记住这个原则，每小节的开始可以用两根弦啊，然后呢比如说重复的都是搜、so, 绝对是可以的啊，都是搜、so、的话那绝对是搜、so, 都是绝对搜搜搜啊，搜、so, 和下面的搜、so, 绝对是和谐的，搜西瑞也是在和谐里面，也都是和谐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规则，我们要去研究它。那拉哆啊，中间有些音呢就可以，你看这些继续弹啊，拉哆来咪发咪来西嗦拉拉西哆啊，其他的音就可以弹啊，这个就是要去研究啊，看别人怎么弹我们就可以学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